是3000公尺。然后我们停的地方是这个景点呢是云南河口的养护站，整个山上路都非常的荒凉，它前面刚好有个路，有个道班。大家每天就是中午的时候吃馕、罐头，以及水果瓜类啊等等之类的。那团员们都非常的热心，这带我要去阿里，每个人都给我很多建议。这远处的高山，我们刚刚从那边下来的，那边是3800。那这边刚好有个水流，个河谷，这是河谷地带，然后前面有水这样子。这边地表上面都有一些红色的植物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这个不知道什么。自从在上来之后才发现有的，之前在泸沽湖那边都没有看到。我们还要到青海省的那个花木沟，还是花谷沟。